河北邢台一小伙想开面馆，没有拉面手艺，学拉面又太累，还不一定能学到精髓，请师傅一个月就要5-6千，外采面条又不放心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添加剂。偶然看到了万杰智能生产的智能商用面条机，只需干面粉和水，8秒在顾客眼皮子底下做出鲜面条，现吃现做，看得见，真材实料，顾客放心，用起来也省心。小伙也算了一笔账，这台设备至少用10年，算下来每天成本不到10块钱。